爱总不是生全心自由，真的爱勇敢说出口。描述着梦，回忆都烙印心里头，原来要告别一个人会这么痛，让我重新来过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口是心非说我不所以爱没说，每次入围都差不多状况的紧张，对，所以就跟以往一样，就希当然希望可以拿下，但就等了，反正快到了嘛，快到了，对，嗯。会比较放松一点，因为就是有一种带着团队一起出席一个盛典的感觉，会有一个很像领班的感觉，蛮好。以前都是以个人比较个人的状态，红毯一个人走。或什么的，所以这次有一个得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是很开心的，对，有一种聚在一起的感觉。嗯，我没有哎，我就是跟过往，我就一样选了一个绿色，对，就是我北影是穿绿色，然后我就金马也穿一个绿色这样。嗯，这样。我本来是想说导演就是穿的尽量简单一点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要以好看又正式，因为我很久没穿真的正式的衣服，所以我觉得身份变导演的话就干脆用这次来玩，因为我本身喜欢比较轻松的样子，对，我很喜欢他们这样的状态，但想说做一个不一样好了，这样，嗯，没有，我高跟鞋啊，对啊，直接高跟鞋跟便鞋垫，嗯。啊，你说我们这次入围的吗？就全拿，对，这当然希望全拿，因为我觉得幕后团队跟演员都是电影重要的一环了，所以有入围就希望他们都可以拿奖这样。最想的当然是我自己拿，对啊，谁会被人？这个时候这是自私的时候。